Perface 革新美学。Beauty is the best. Perface。爱是黑暗中永恒的光，在手中传递，在指尖放闪。珍惜是一切的每一刻，分享爱的每一天，爱让你放闪，因为爱很美。六福珠宝 Perface 革新美学。Is the best per face. This is it, a war. Okay, 我身边咧就系有姜涛喺度嘅，因为咧呢个冠军哥咧就系 Master Class 啦。首先我想讲下咧，其实 Master Class 咧都系想一个突破框框噶嘛。点解你当时会有呢个嘅想法嘅咧？因為做呢隻歌嘅時候，啱啱都經過年頭嘅頒獎典禮，跟住攞咗嗰個獎之後，都受到比較多嘅質疑咁樣，所以都希望用作品去回應翻大家。即係其實 MasterClass 都係幫自己之餘，都係幫年輕嘅一輩去發聲。即係其實都想話俾大家聽，其實我哋都做到啊。所以其實喺呢一隻歌嘅編曲或者作曲上面，排舞上面都想做一些新的突破。咁啊，首歌就出了，你覺得自己做到哪一方面的突破了已經？其實而家睇翻呢只歌的時候，其實當初唱的唱法上面的想有一些突破嘅，但係嗰個時候在唱法的 flow 和咬字方面都係未平衡得很好，所以其實而家睇翻都有啲缺點嘅。不過嗰一隻歌就真係揾咗作曲人 Gareth， 咁佢都係負責編曲的一個，所以就係一個比較新的音樂人，所以就呢個算是一個比較大的突破。好，唔該曬姜濤，咁希望你嚟緊再順利啊！唔該曬你。喺我身邊咧就有劉映婷啊 ，Jay 大 Jay 你好啊！狂人日記咧，要傾下先。呢首歌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歡，但係呢首歌咧係都係以書名為主噶嘛，譬如《殺之氣》啊，《人類群星閃耀時》。當時第一首歌點解有呢一個嘅概念嘅咧？其實咧係好唔打唔撞嘅，即係我自己本身做呢首歌之前咧，係想擺脱上一年物語系列嘅嗰個好好 dark 嗰個氣氛啊。咁所以呢首歌其實我一路都想，因為我以前夾 band 噶嘛，咁啊想做一個band 山，帶一啲香港好少有嘅 progressive rock 嚟到喺廣東歌度，咁就所以做咗一首好似好黐線嘅歌咯，即係好狂啊！好狂嘅歌。你會點樣形容呢種狂啊？呢種狂其實是我自己一路心裏面好渴望去飾演的呢種狂嚟嘅，即係我自己好中意一啲瘋瘋癲癲嘅角色啦，即係我嘅人都本身是跳掣嘅，所以玩呢首歌的時候，我自己覺得好好玩咯，即係每次上台表演都是一個好好玩的狀態底下去做。好快，最後問一下你，開頭花姐不贊成啊，或者係有啲擔心啦，你點樣說服花姐呢？冇㗎，我做咗製成品之後final 先俾佢聽咯，係因為我唔敢啊，係啊，先爭後奏，做完之後，哇，你 OK 喎，我覺得呢個係第一次我聽到花姐咁欣賞我嘅歌嘅呢一首咯，係啊，自己超開心嘅。OK， 希望你繼續有其他唔同嘅系列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